国民老公王思聪录制节目，当主持人提到曾经骂过杨幂时，王思聪立马反打住打住打住，澄清自己没有骂过杨幂，只是对杨幂的演技进行评价。当被主持人问到是否追求过杨幂时，王思聪尴尬地笑了一下，坦言杨幂是个非常有趣的人，很欣赏她。网上之前曾经传言王校长追求杨幂惨遭拒绝的消息，王思聪曾经就此做出过回应，感觉杨幂是大部分男人都会喜欢的类型，谁不喜欢呢？并且进一步表示对杨幂只是欣赏，私底下没有过任何接触。王思聪确实挺欣赏杨幂的，按照国民老公王思聪平时的风格，如果一个艺人不入他的眼，立马就直言不讳的怼了上去。但是对负面新闻颇多的杨幂，王思聪反倒是没有去踩一脚，而且曾经网上有一段疑似杨幂的不雅视频在网上传开，王思聪是怎么都坐不住了，亲自抄刀上阵，连看九遍，然后一正言辞对大家保证这不是大秘密，还亲切地称谓他为大秘密。杨幂生日的时候，王思聪特地在凌晨转发了杨幂的微博，亲切地称呼杨幂为大秘密，还不忘配上一个娇羞的表情。杨幂的电影《我是证人》上映时，王思聪亲自参与首映礼，非常低调，可惋惜他还是被认出来了，照片中的他笑得非常为难。从上面看出，王思聪不止一次地夸奖杨幂，可见王校长对杨幂的喜爱。如今杨幂和刘恺威的婚姻问题闹得众人皆知，网友们纷纷表示杨幂肯定会离婚，王思聪直言四海八方第一美女，等你离婚我娶你，这句话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老公终于要结婚了，王思聪澄清和杨幂的真实关系，不小心把杨幂的婚姻问题说漏了。仔细看这句话，王思聪的等你离婚四个字暴露了杨幂的目前婚姻确实遇到了问题，只是暂时还没离婚而已。网友调侃道，王校长你说漏了呢。